晚上天凉，来，把衣服披上。谢谢。带的什么？这个吗？纸星灯。还带了设备啊？嗯。看看啊，啊，你看到这个没有？嗯。这个呢是英仙座，这个是仙女座，他们呢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和凡间的公主，他们呢是一对患难的恋人，死之后升到天界，就成了两个星座，相互彼此的守护。这个季节呢，用肉眼就可以直接观测到。英仙座的流星雨又被称为圣洛朗的眼泪，传说只要看到这个流星雨的人，许下心愿都能够实现，尤其是爱情方面的愿望。这怎么听上去像是学长的台词？你又不是天文爱好者，怎么知道这么多？我提前做了功课啊，而且我仔细的想过了。你高中的时候那么喜欢沈伯清，沈伯清一定是有他自己的魅力所在，所以我加强一下不行吗？你这么喜欢我？是。你已经很优秀了，如果再加强，我就要担心自己配不上你了。你都已经做了功课了。嗯，虽然今天看到流星雨，但我还是想许个愿。许吧。希望江毅事业顺遂，平平安安，余生都被爱包围，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。我要许的关于我的，说一说关于你自己的。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在一起，无论难过还是开心，都可以陪伴彼此。许好了。好大，这个地方确实晚上风很大，而且温度很凉。避免着凉，我们回房间吧。嗯，好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